Yes.还行就行。
真的太二次元了，这个灯。理发的没有挨打，但是老师抨击我头发的肯定要挨打了。老师说我短发不好看的，肯定要挨打了。欢迎洛洛，喜欢什么声音的就打在公屏上边。显得好像有点刺而已，感受
粉丝们，一三好朋友没有送过魔法书的，可以来送送魔法书。大嫂也不是这个头发呀、我这个头发有点像个小萝莉，我这个头发有点像个小妹妹。感谢我青蛙们的超酸感，纯情的遇见，这个纤柔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使用的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是很有气势的那种，他说是没有刘海的，而我剪了一个刘海啊，说我有点像夏沫，我都有点震惊了，有那么像吗？死了，就好不容易改个发型，他妈改得像另外一个同行了，就尴尬了。说，看看我的，就看看我的。好不容易想换个发型，换种感觉，他妈的换到同行身上去了，操！啊，换成替身了是吧，家人们？哎呀，我闭嘴！我不要这个德性说话，这个德性说话跟我原先有什么区别？欢迎最好哥，看我最近都瘦了好多，这就是97斤，然后现在瘦到91斤的样子，不好看。觉得现在的头发好看的扣一，觉得现在的造型好看的扣一，不好看的扣自己的屁。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呀，好巨蟹联想。感谢本堂，谢谢，欢迎百里哥，哇塞，好久不见，百里哥，感谢本堂的粉丝们。
了，你不好意思冲啊？我也，其实我刚刚开播的时候，我也放不开，真的，我总觉得这看起来好幼态呀，好小啊，这嘴巴里说出来的骚话，谁受得了啊？嗯，哎呦喂，就是好看是好看，就一下子好像没有习惯。说我喜欢就喜欢年轻的，谁说的？我才28呢，我做什么御姐呀，宝贝？我38的时候啊，要多御有多御啊！你就不能看一个女人适当的走走清纯的路线啊？嗯，我要勾引老哥子去了。你们这群小兄弟不懂，你们这群小兄弟一点都不给我刷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要打扮的嫩一点，勾引老哥子来做我的榜一。我要跟老哥子跑点业务赚钱，你们知道吗？嗯，可是老哥子喜欢胸大幼态的妹妹，看起来没有经过人事的那种。嗯，感动的粉丝牌，分批不刷就是陪伴。3点钟下班，4点钟准时在白金汉上班。我对钱没有兴趣，所以没有钱。啊。好哥哥，好哥哥，好哥哥，一本叔叔、3本叔叔可好了，好哥哥，好哥哥来送一本，受不了吃亏，受不了上当，主打就是一个陪伴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夏天就出去泡摩的。我人都震惊了，那我这样就不学了吧？我这样是不是就不像那个沙漠了？我把它放下来，啊、哦！这群狗逼，真的，这样就不像了吧？别跑嘛！哎，草叔哥晚上好，秒死！你竟然像不二王子！啊！我真你妈的服了！作为一个主播，谁火就抄谁，不知道吗？啊！前面的门帘呢？反正就是要上一个。啊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他们，就这样吧，把我的36D 露出来。但是最近瘦了好多，最近瘦了6斤，啊，最近瘦了6斤，家人们就是说。虎牙电母没办法，嗯，好的，喜欢拉大一点还是放，喜欢放近一点还是拉远一点？
是的，视角真的非常的幼稚。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，哥哥？小妹妹给你喘啊，哥哥，你好意思还一个小妹妹喘给你听啊？哎呀 ，five， 可是人家都换发型了，都换感觉了，怎么还要骚一个呀？魔法书没有看过的
你爸看你直播吗？我爸看你奶奶直播干嘛呀？也就你这孙子看了。Thank you.
出现请勿谈论低俗的话题。我什么时候谈论低俗的话题了？哪个话题低俗了？你们谈了吗？老嫂子，长头发。
欢短头发公主切的宝贝扣个音，不喜欢了，我让扣自己的眼珠子。嗯，大家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大家要是对我的直播，对于我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去骂我的房管。觉得换个发型特别的特别的有感觉，为什么骂房管？因为骂完了房管就不能骂我喽。因为骂完了房管就不能骂默默了，知道吗？发型我越看越喜欢，救命！我觉得好有味道啊。你知道那些少妇都是短头发啊？的守护，好脏！感谢老板开通的守护，开个守护等于五分开开消息。祝老板越来越长。短发显老，放个屁，真没品味。
天剪了一个头发，剪了400多块钱，老公。见过朵拉会跟你说阿里嘎多费阿雅斯，拜托你了，这话就拜托你受不了，滚啊！这个人说话的态度，我有点喜欢。
这个人的脾气我有点喜欢。真的要把自己的东西给一个朵拉吗？
不错，没有送过魔法书的可以来看一看。感谢我山西哥。ありがとうお世話やんさ。今晚不会想冲给一个朵拉吧？我看到他们喊我朵拉，我就想谢啊。你今晚该不会想对一个朵拉下手吧？不会要冲给一个萝卜吧？哥哥，哥哥该不会要冲给一根胡萝卜吧？阿里嘎多，不要。给一根萝卜吧。
要是本来这个头发就有点显嫩，戴了这个小萝卜，这个头发本来就有点像个朵拉，需要带着小萝卜的可以。老公老公，你不会想冲给一个萝卜吧？赵老爸，好棒！谢谢老爸的魔法书，谢谢蟑螂老爸的魔法书。看看消息，树老爸越来越长。阿里嘎多，夕阳阳下。还差个七分叔叔才要亚瑟啊，搜了叔叔的老公看看消息，啊，我也想当地还差个七分叔才要亚瑟，还有人在送衣衫吗？拜托拜托，还有人在送个一本书书吗？夕阳要色，还加个七本书。夕阳要色，蓝牙要色。有人想试试这个萝卜吗？啊！我的草原，我的马，我想扎帅就扎帅。谢谢叫我小雨。最萌的发型，找了一个最恶毒的嘴呀、啊！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哥哥，哥哥，好哥哥，好哥哥！哦，you
RDS。还差个七本书哎，还有没有人再给这个朵拉上个魔法书啊？星空哥哥求求孩子吧，星空哥哥。就是很典型的朵拉带胡萝卜呀。
上上魔法书。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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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天都是长头发，有点看腻了。比我骂你好吗？生活费，要是有好弟弟喜欢的话，记得来给阿姨买本书。觉得声音大的自己
不介意的话，你也可以跟着我的小孩一起喊妈妈的。啊！他们说我这个发型像朵拉，给我笑的呀。完了之后，他们还对着一个朵拉猛冲。给你们看一下带胡萝卜的朵拉。来呀，冲啊！来呀，有种打给一个朵拉呀！地址，去，啊，那可退不住啊！不会要冲给一个短头发的朵拉吧？像个勾吧，短头发不适合你，你瞎了吧？感谢林良，谢林良的魔法书，是挺像的，我看你才像个勾。谁让你嘴臭？
那个群里只能有我一个人嘴臭，不能有两个人嘴臭。哦，老公，你要打给一个朵拉吗？你要打给一个朵拉的话，我就开始了。
到不舒服吗？小萝莉。